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今天再举，因为这里很多人没有听过。听过这首歌吗？普世欢腾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听说还没有办法证明就是韩德尔做的，因为有不同的传说。我不管他谁做的，这首歌很伟大，因为他也是用只有一个音阶，不多一个字。没有超过，有没有超过啊？有没有低过啊？他限制自己这个音阶，把最高的当作天，把最低的当作地。什么叫做道成肉身？耶稣从高天降到地上降生，上帝来了，从天上到地上，我们才能上去。耶稣不下来，我们不能上去。重复的把恩典讲出来，一直提升我们。我们能上去，因为他先下来，就这样，很奇妙的。我如果把它改一改，变成比较适合我们唱《普世欢腾，大地快乐》，也很好听，对不对呢？但没有办法表达这个神人之间天地之别，怎么样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，是否回升到上帝那里？他这种神学思想，这样伟大的音乐你丢掉它，那自己做一些烂货来敬拜上帝，这个叫做敬拜赞美。上帝问。